你知唔知嘛？正面講平等啊，眾諸人話，在自己的心裏面，必結出30倍、60倍，哇，甚至100倍嘅果子。所以，人生命係無停嘅無限，無停嘅領受上帝之愛方法。啊，上帝嗰啲天經寶座，嗰啲狂鳥已經開始，哇，今日叫你嚟敬拜我。啊，你話不知道邊嚟偷拍，偷拍今日去，今日不知道有力量邊嚟，啊。所以咱错了，一个靠爱心，咱别来阿靠来祈祷来做别人心哦，感谢主。阿爸特别来感谢主圣名，用将今日早起一个聚会到恁手中，主都来看顾来保守，主啊，你圣灵必来运行到恁聚会内面，你圣灵来充满我人，让咱每一个人有力量起来，让我人心内有优秀的、有欢乐的主啊，今日都来听到你话，都少谈到。改变谈论力量，不再用刚来站起来，同耶稣一样祈祷。阿门哈，感谢主，发出一声祈祷无？哦，今日都人狂啊，吼，狂病，发病不了了啊！哈哈哈哈哈。OK， 啊，今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人有梦啊，都有梦，兄弟姊妹，把有梦啊，感谢主哈，啊，人有咩有梦是不是吼？啊，我以我细汉点子吼，我爸只是个唱卡拉 OK 吼，啊，了有唱条歌，世界歌，伊歌是哪唱的吼？长眠一阵大风，爬起我的梦，爬起了一阵孤梦啊，雨啊雨啊，叫你唔通，伊偏偏爬起我的梦，哇，未歹吼。我听袂下，哦，即个即事故是即歌是讲到我一个人去做一个梦，梦到去梦到伊爱情啊，但是从摆只我一个歌号啊，歌号只歌啦，快几个人请伊来吼，哎呀，你梦无去啦，哦，你梦，哦，你号来做乱就请伊啦，啊，所以看下你姊妹吼，咱人吼，伊也是有梦嘅吼，哦，但是我讲嘅梦是暗暝困迄种嘅梦吼。啊，是梦想 dream， 哦，对唔，一时人困时有梦嘛，但是醒时咧，来个现实的时代，来个啲初工时，哎呀，伊唔敢去咧有梦咧，哦，无梦去都系上上先梦，哎呦，我地位艰先梦哦，我地位惊，地位出来先梦，哎呀，人就是一下苦嚟咯，但是，哎呀，伊梦达未到咧就先梦哈，所以看下你姊妹哈。无管咱要困难，咱人无必有梦吼，咱免惊吼，哦，因为吼梦是好诶，虽然吼，有梦有风险，啊，你当你达未到，你爱做物件，点知哎呦，你心无加了，你来哎呦，安怎做未到？哦，安怎人做未到，我做未到吼，啊，所以吼，弟兄们，唔通放散，哦，人有梦诶，上帝是梦想家，上帝是梦想家咧。伊家己囝儿拢用伫梦来讲话吼，你若读圣经，即个上帝是一个梦想者咧，吼，所以咱人无管你少年，还是有年纪吼，你唔通讲哎呀，我年纪过了无梦吼，啊，你会记得咱九岁时老人家死离人世咧吼，哦，老人都无梦啊，老人嘛错老人先做咧无梦，无梦吼，所以唔通停落来。哦，唔通听咧，我年纪大了无办法上，你心，你无管你啥物年纪，你心那是绝袂有上帝的心，上帝个好路行，哦，继续来服侍主是不是哈？啊，继续来奉献，唔使哈，啊，无问题哈，望见你出门，望见你出门，啊，我认识姊妹哈，哇，伊是少年时只只健康，然后教伊了只只健康，生个六七岁囝。啊！但是伊今过限了，隆重过限，然后免租金咧，哦，只咧少年唔免租金咧，多处跳卡，啊，然后个安怎咧？哦，个波系问题，你知啦？哇，交个白鹭嗰啲波都比较紧吼，无镭咧，佮讲骗我计惊廿镭吼，佮交一个空阵，佮号码大伊啊，码大来缩钱啊，来扫伊。老了无无梦啊！老啊，诶，人啊，年纪大了无梦，多咧厝孙啊，好好去教，做咧无影物件吼。哎呀，老个妹吼，伊阿点担心吼？落去就飞声咧，讲是，伊今日买插药，伊一下半嘛插，
就所以我話係你知咪？無論你年紀幾大，無論上帝嘅人講，哇！你俾吉鬼子，你咁鬧，咁樣鬧啲鬼子嚟吉鬼子，啊！所以你上上有上帝份，嗰邊啊，嗰度上帝份嗬。上帝份。哦，嗱，我只字物就，嗱，只換一只字物，但是嗱，先做嗱，邊有上帝，明白？嗱，即係心理，啊，心理，啊，心理學家，依名叫做弗洛伊德嗬。你講到一句話，你講一個人若是有一個夢想吼，有一個夢是方向的，因為人若是達未到這個目標，伊自尊心吼，伊有著傷咧，心有著傷咧。然後講一個德國的一個精神啊，精神的一個醫學家哈，叫做伯朗克。你講啊，一個人若是無目標啊，比目標無才能達到更加重要。伊有時講一個人若是無目標，更加重要。如果有個人有目標、有夢想，達未到，會激心，會失敗，這是對的。但是一個人若是無目標啊，就是痴痴撐撐，日子唔知點樣過嘛。睏醒時唔知要去在電視嗰度去食早餐先。我一個人有咩有目標咧？哦，那無目標哦，伊生命都無一個動力哦，或者 energy 無一個力活落去哦。啊，這是另一屬性的問題啊。啊，所以。人先做人，要上上有上帝嘛，无管啥物年纪哦，要有一个梦。那到底一个 Greek 哦，古希腊哦，古希腊遐有一种个刑法，法哩多，法遐个一下背人啥物件哩，就是大家去个山水，堕落另外一个汤，堕个碗，搁再堕去，堕堕一个汤里，堕来堕去，堕一天，堕两天。多三天，多四天，多五天，多六天，多一年，多五年，各多什么话？今日我系多是讲多来多去嘛。听下人后边跑啊，哇！我孙同佢讲啊，多来多去先啊。啊，嗰个面孔做嘅人，哇！你知道嘛？哇！你多来多去哦，十年至十年，嗰啲客户经是多转。哇！这个人为你生命系点啊？哦啊！哇！咁但就錢啊，痛苦哇，無盼望哦，無回來嗰啲活落去啊，因為今日就是活，一活咧就是為咗多賺嘅，哇，上無意思啦，上咩死啦？哦，哇，因就是即古希臘嘅呢啲呢啲國家，就是安尼款嘅折磨啊，裝一下票啊，哇！所以啲折磨哦，一個人啊無辦法，無食啦，唔知要去個路啦，死嚟上鬼條嗰啲。嗰啲客經裏面，哎呀，又出邊暗字，又黑邊暗字，就巴盤盤巴字啊，哇，字字啊字抄嘅嗬。所以人哋先問啦，做人都要問嗰啲咩啦，我哎有夢想嗬。就夢是一個積極嘅，嗰啲咩啦，講夢是積極嘅。啊，夢是積極嘅啦，你未使冇夢嗬，夢嗰時一個積極嘅力，好咯，哇落去，哇。想到達達節吼，成個扎定喺度爆富嘅倉啊倉啊倉啊，話咩問題嚟講都冇驚，起啊起啊起啊！啊，咱做人做咩嚟講吼？但是這個人吼，一無辦，一無這個力啊！你哪方面力出來？消極嘅力量之外，唔啱，憤怒出來，消極嘅人，消極嘅這個影響思想出來，我一陣子啲憤怒一驚唔震咗，嗰就是單一驚。等你驚咩啊？你都冇俾奶啊！哎呀，算啦，你去個咯。是唔是啊？我哋笑笑咩？幾多人去咁多地去個咯？你又唔知咩事喎？我先嚟看下，即係人啊冇辦法講話，就是啲憤怒咧，上即係上消極嘅嗬。啊，所以啊，電子台啦，都有一個辦法，積極嘅去過，多即係世界拍戰喎，第二打去多戰喎，世界多戰世界。的第二次大戰哦，即係美國嘅軍隊哦，拍戰哦，阿米死咗三十萬人，但是多處憤怒一件，憤怒一件冇俾人哦，心臟麻痹死去百幾萬人，拍戰嘅人積極嘅拼下拼，話到死十幾萬人，多處裏邊哎呦喂，幾人人咯，喂百人咯，死咗只百幾萬人，所以一個人是。无望，个我到你见人下面，哎呀，命低啊 ！OK，
所以讲恁明仔人讲，搁三百块，哇，六百吼。啊，感谢主。咱看这个吼，这个美国的总统林肯，林肯。哦，伊喊的事情，你请有一个伟大的人哦。伊其实唔是有一个富人，伊写的细汉的点子，都是过一个破厝流水，甚至吼。无这个机会去读册，家己来读，多处读，啊，大汉了吼，伊个伊自身成为一个lawyer律师，然后细细汉我认目珠了，认目珠了，我读圣经感谢我，原来咱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创造人，但是我哋美国有一个证明，就是嗰啲恶人是奴才啦，嗰啲美国人当地恶人唔是人诶，最恐怖未使。我要为上帝做个么代志？我特别，我有一个爸，就是要特别起来将这个恶人拢当头发，哇！伊成功了，请负责伟大美国的总统。所以，咱也是要有一个伟大的生命，伟大的成就，伊个要有一个上帝的梦，不是家己的梦。关于韩国一个出名的牧师，好像是邪教的，啊，伊是咱个。神渣会用啦，伊靠有八十万人，哇！你牧师你讲，你八十万人有够本吼？伊是地全世界地好了 CEO 啊，管了侪人吼，甚至别个公司啊，唔是新主诶，唔请这个牧师去教导，包这个 management， 哇！真啊好了这牧师，但是这牧师吼，我讲吼，你太疯狂了。放多钱唔是咩读册，身骨病得了，未去读册，掉骨骨个病掉，是不是后来就 cancer？ 但是伊教会非常多人吼，伊是教会是嗰啲五年人开始嘛，五年人呢，其中非常多，廿至七十几岁咧，伊讲我廿至七十几岁都是我第一健康嘅东西，或者牧师唔是唔是护理人，甚至请得不了，甚至看病啊过程嘛。一病是少年十几岁，病到四十岁啊！但是无钱就多上帝异地人异地人，这一时段在你讲大讲道讲错，起落去多落去，起落群组。这一时段啊，即系主持丧礼啦、婚礼咁啲贵人，食到越多嘅群组咧，就起多群组。我所以一个人啊，你学上帝过多使用嘅，咁你所以惊到一下自夸，但是伊无帮助。我一个人的成功吼，是因为看了很多背戏嘛。就算99%是白，但是一直背唔了，点样一个1%伊去创的成。真侪人冇梦吼，但是伊梦吼，伊 point 唔对吼，伊经历的所在唔对吼。我一个朋友伊冇梦，伊梦是咩？单单只咧要赚100块。所以无法用他啲办法咧，伊个是要去吞一百块条咧。结果咧，伊用啲办法咧，伊拍斯诺克，个人挂，原来伊一百块是肯来，诶，估唔估你？哦，伊啲挂，为咗等下去吞一百块，无法做写手好，拼斯诺克好，挂无啦好，总之咩一百块，只要有办，但是这里办未估，这里办就表示出问题。哦，所以这个林肯总统，他这个赵荣基牧师哦，一唔盲目，但是一唔盲是建立嗰啲上帝，有上帝嘅心，所以一唔盲成功嘅。哦，所以弟兄们，圣经有人讲，佢咪谂咩神追求神嘅盲，哦，追求神嘅盲为先嘛 ，first。你要咱有盲掉，但是咱要将上帝盲下到你头前。圣经马太福音第6:12-13甲人讲，所以咱唔怕要少啊。讲咩节下咩念下咩情咁，即拢是外邦人所求嘅，有咱嘅需要哦。咱嘅一切咩特别是在耶，所以拢咩先求伊个，甲求伊伊，拢将面嘅上帝俾解脱。哇，原来一个人伊咩成功嚟讲？你若先求上帝国、上帝意志、上帝隆重，你来接受伊。上帝讲：你需要乜财？哈！你梦想、你梦、你目标，我财、我财。啊，小先求一个，准去外口做工，读册好，
拢是为了己，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了上帝，为了上帝讲，为了上帝旨意。哈，听见讲什么？什么是上上帝讲吼？就是去传福音，就是去做善事吼。啊 ，Hebrews 平安教人讲咩？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讲到明白，唔贪别记加善事吼，啊，敬畏吼，因为这种的祭献祭吼，是上帝所欢喜。这后面是上帝讲，后面是上帝意，其中一个就是做善事吼，而且咱教会给你听的。感谢主，把手来上帝吼，来教会的弟兄们吼。咱唔是讲哇，真正有能力，但是我呐，到底做了上帝的工，到底做了上帝的义，是上帝所欢喜的吼。哦，为了要赚个千万的欢喜咩？我呐到底做上帝的工，是我真正欢喜，真正平安。啊，要紧就是安尼款吼。感谢主。落来，咱看吼，一个耶稣啊，耶稣伊母一个目，伊来到世界就是为了要医治一个青盲的人，叫青盲的看到。就拜他会行咯，就拜高的人，还能洁净，丑的人会听到，甚至叫死人复活，甚至吼，弟兄们，这个双票的人吼，无论人有福音，传福音，哈，这是耶稣在个世界所做的代志吼，哇，伊做物件拢都是为了天平，上帝给伊命令，哇，去做，这个是为了这个上天平的吧，哦，这个是上帝讲吼，落来咱看。保罗讲：“兄弟啊，我唔是讲到我已经趁着耶稣咧，但是我一个代志吼，就是要未记后尾。哇，骨力头前，咁你咧讲未记后尾，骨力头前。未记后尾，骨力头前。强调这个目标啊，无停走，就是为着要趁着耶稣基督，关于面顶何叫你来趁着嘅，一个想象。哇，保罗是耶稣嘅门徒。”有一个目标，伊生命伊活着，不是一个目标，就是上帝嘛。无停伊传福音，这边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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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伊是使徒哦，或是哦，紧张紧张，就是为了建立上帝一个。所以你去问，那咱你想个波罗的吗？哇！隆重的也是拜上帝的，啊，拜上帝的，困难的来祈求。那讲叫伊社会吼，会遮济人吼，哇，甚至遮济信徒吼，用在个边啊，敢那牧师帮呀，敢那有牧师上帝帮，哎呦，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我应该是无帮啦，啊，你错了吼，这是遮要紧嘛，遮济人讲，哎呦，你找耶稣啊，我去稳得等，去教会，去教会才找到耶稣啊，唔通啊，年轻人，你无靠我做工，敢是啊？哦，头个毕业好好呢，下好做好咩好？你咩大汉做工，可能看到你哦，看来气你贵哦，我哋找到耶稣啊，我哋去教会嘛。啊，耶稣有帮，大你做工面，大你家庭面，我来去你出来做好路。我看我那些厨师先做呀，哇，未歹哦，哇，真啊真啊平啊，气你出去找到耶稣，啊，免去教会，哈哈，啊，所以咩就嚟帮，啊。唔通讲大了，我外工唔是外工，上帝工是上帝工，但我无关系吼。那所以现现之外，咱人吼，咱咱嘅工做无下做工，但咱嘅信仰是未使分开，那是分开是真正奉献嘅代志嚟。咱第一要知吼，甲你讲吼，咱先看咧经文，即哥罗西书吼，哥罗西，伊讲我当做牧人吼。要凡事听到人做百姓的主人啊！在你耶稣时代，你暂时有鼓励啊，有鼓励。那个做百姓的主人是人主人啊，人头家啊，哦，才一年无个主人了嘛。讲到人凡事，听到人的要凡事哦，听到主人的话，唔通哦，甚至咱唔通干那眼睛干那舒服，想要让你主人欢喜啊。甚至要咩话，存诚实心、敬畏神的心，无论做虾米，拢要把你心内面做出来，成个做主人的歹，唔是做别人。因为有人知影，在你主内面肯定要谈到善业，谈到正向。因为有人所属行业乃是基督哦。我这边人讲，
我们做狐狸做头盖的我哈都做好面你多心的面做出来什么做主要的话这是这样的我这里 CEO 去这里多的 hotel 哇你看到这个 hotel 你人这么大样子啊真的用心哦因为手手面是到你心里面笑出来哇原来我会搞到这里手点哦 hotel 是新主的头盖 CEO 是新主的哇美国一干人都用爱心来接待人哦哇出来呀出来呀我欢迎哦啊但是你如果你去你去把你的 restaurant 那是 hotel 欢迎欢迎欢迎你准备走出去你有钱的你管了你有钱的你管了该拍一个啊头先都是钱我告诉你啊你说你心里面的哦啊要是拍干了拍干了哇你笑的头家还有钱笑多钱啊欢迎欢迎，哈哈哈！我唔是你快乐，我系你姊妹。咱做方面，唔上帝要为了主来做吼，应该上帝先俾咱方面天哦天顶嘅上帝，要来纪念你。我讲你嗰啲工去，受咗方面屈困咯。哎呀，你无天佢哋做，使咱做主啊！上帝讲你都要勤忠心，哦，上帝讲你要勤忠心哦。所以上帝兄弟姊妹，咱更加甲上帝一棒，甲 God will 未使崩溃啊！兄弟姊妹，真济人哦，伊觉得一工，这个工是一工，唔是上帝可以工。你知影哦？咱我阿爷爷做一工哦，是天职啊，天啊，天好一工诶，天职，职业的职。上帝起初创造人是因为是创造牧师嘛，不是牧师，那是叫做天职啊。你是创造一个人，和人去管理世界，做你干的嘛？天职，怎么唔他单单做兵？哎呦，我是西藏人，哎呦，我是做潘多兵的个奸细，我唔通看家己未起。你干个是上帝接福的，你唔是做好你家己，你是做牧师，你太赖的，我是你后面做神事。完成上帝国上帝的旨，所以唔通，哎呦叫啊！你今日讲吼，老师是无好讲，哎呀，快点做，不要自卑，哦，要紧哦，这是真要紧。所以今日吼，真侪人有是心理问题啊，因为虾米事咧？伊感觉到伊家事家，拢做单单是伊家己，出拜伊一教尔，礼拜啊，礼拜是，哎呦，那是拜伊了。各在拜你，单单只拜上上拜个有船呐，下手女个在做工，啥物事你讲？因为伊无感觉你哇，这个工哦，伊要去做是变得上难咯。所以心理有这个问题，哇，是拜个拜个是哇，哈利路亚，哇，拜个够了，耶！那咱去搭去林路后啦，圣经讲会使灵酒嘛，哈哈哈！哦，圣经虽然。耶稣有行神迹灵酒，但是圣经是反对灵酒，都系讲，有帮人酒甲把你酒无食嘛。啊，你唔通讲哦，灵酒好紧，我系讲唔是哦。黄金灵酒哦是无吓上帝是伊，啊，犹太人所啉的酒是沉醉的，怕你沉船啊，怕你沉啊，一分的药，一分的药无好嘞，我来讲，沉醉的，因为那边无水啉嘛。所以现在都不多不多酒里面他们都是水的拉上歪的死的了要分离所以这样是没变的但是讲给你们我压烧将水变酒我叫你们哦你们多所以不贪了圣经你看我来给你们水了你看送到讲滚昂昂你才念没功能哦所以你们说那我做方面那我们送那对着上帝来做哦圣经讲做更是你他们是叫做主工哦，主工上帝哪能看呢？这边圣经讲什么？这边是上帝对亚当讲什么？如阿当啊，你听你无话，只要我吩咐你，未使吃咧树上的果子。第二个，因为你做咧唔对的代志，受到咒诅咧。如咧被终身啊，就为这样无天的劳苦，你被挂咧地里面。很多的啊，你所在这个家，那个地里生出那个气啊，好大的气啊，来拍拍你当中所在这个物件。你要吃这个
这田里面的菜，你甚至你面、你汗、你流规面，你嘛落皮吃，得够不是？当人归无上帝，感谢上帝，予人劳苦当大。哦，咱做工有帮上帝创造人哦，伊是予咱人，予这个大大自然呢有规矩出来，有这物件出来，那人咧做工行一万个节就对了。但是被教人得罪了上帝，无听上帝命令，上帝真做人是欺骨人，做做工行一万做成个啥物？是一个欺骨。哇，做这样子人哦，无上帝人哦。哎呦，你做工你做得出来？哎呦，你做你做，哇！虽然我一个月只赚五千啊，但是好爱好爱爱好爱吃好爱住了。我怀疑，哎呦，我再来，我再来，我你别听别听，我看病，一看病啦，我开始调理。哇，喘啊喘，做到官司也看病，哇！啊，无做啊未使，哇！是一个捆绑，是一个真痛苦的人，是一个真痛苦的。哇！所以大家你既然做工资方面好。都在做，都在做，哇！做做工是真喘哦，是一个克制自己心主的人，无常。心主的人就是要大出病会行出来。心主的人做工无，不再是一个克制，他是一个灵魂，是灵魂。世界各地的拢知影我耶稣的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富足的，为着咱人。只要是双桥的电视台的十二届，叫何叫什么？何叫伊的这个双桥好了，那个富足啊，贫穷啊，使我们富足啊。哦，华人是叫华人是叫做上帝哦，上帝叫他的贫穷承认我们的富足。耶稣是讲哦，上帝听到新的十二届，今日一面好了，这个好富足的生命。所以你做工哦，你今天好好做工，太阳你生命是富足的，甚至系嘛？所以讲，叫侬还书哦，唔是这样子哦，还书侬会富足，甚至姐姐去做善事，何人呢？会感谢咱上帝哦。哇，我见咱基督徒做工哦，无过来是一个克死，反倒变是一个大大的折扣，哇！甚至有春啊，有春来做善事，哇，落雨，兄弟姐妹，做今日你去做工，感谢你唔通，嗰个苦你工是真啊真啊苦，真啊真啊重。你要相信，我做出唔甘，我赚了一个镭，我要来奉献，要来行善事，善事，这是上帝欢喜的。做这工我欢喜咁运作，这是上帝话天职，哇！所以做工对你来讲，哇，是一个偷宝。哦，是一个欢喜，是一个接福吼。所以你知唔知？可见工作是一个接福，那是你是为了上帝的吧？工作上可能是一个咒诅，那是你是完全为了自己。所以你知唔知？咱先做啊，咱要行到鬼出来，咱唔系高铁鬼哦。哇，为了先做啊，不是。拼拼拼，做做做做做，为了个机，为了个机，为了个机。哇！伊无行出来，伊咧幸福。伊个是活到去，咧有帮上帝个人幸福。所以咱先做行出来。哦，咱唔通为了个机。哦，到你美国吼，美国有一个发生了一个大事吼。哦，我是很是个讲，有一个四川中国四川中国人。去大啲即个北京，他个大学毕业，去到即个美国来做 engineer， 啊，大啲1990年，啊，去嗰边做工，然后佢过了几日做工，哦，即个人叫做吴锦华，然后嗰啲1997年时，哇，哎呦，很努力，俾个40万美金嚟出，哇！生了两个双胞胎，六岁，然后搁一个查某，哇！这人真正爱因某，爱因囝，但是嗰啲钱空空四年拢吃，经济出问题，所以伊就说无工作，哇！无工作，人就是得听，无力谈无工作，
然後的差異，哇！我更做得多咧，我激羨慕咯，即係俾條差我跟住留到 Vicky office， 咁你隨便你真係天地咯，哇！即係 office 三年多年咩你都治療，然後咧，你嘅嘅剛剛講咧，前嗰日前前兩三年拍嘅事，三年事嗰啲，其中就是 Christian 嚟。所以人是一個斯文人，較赤的人，但是人家沒敢做，做成死裡的人的悲劇。他沒敢做，他要持保持，人也是，人的三年的人也是個疑惑，疑驚，疑車，疑住。哇，其中一個人，甚至其中死的一個人，他成天要救呢，他沒有準備，他自己傾著的就是可能有錢拍死。死的家庭为了这个家，他们所有的人也要请你拍戏，不是的人所有人做不了什么事，可是这个人他做家他不想第一班，他做家是为了他摸他惊我，哎呦可以怕地好，可以摸地好，可以怕地好，我不是怕地好的事情办法，我弄了为自己，当他做家出了问题的时候，他没执行，你做得不要緊，所以我覺得這個人是要上帝嘛，你做工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上帝，哇，都有問題是不要緊，上帝就是要讓我做工，我的工是天子，上帝要照顧我，讓我才能運作一個運作一個，不要緊，上帝看著你會不會讓你你自己去面對，所以這個人是你做工嘛，你是為自己，哇，慘了，我自己問題來到公司一个做出的孩子，所以说给他搞了那边有上帝嘛，那你别让我做家为了上帝啊，当你心寒的时候，发财的时候，我听到这里读书工的经济，我这里经济，我这里查过不会心的查过，你记不得查过，你查你做船工啊，暗暝调工你做的船工，你暗暝所做的工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收拾掉你来接放一个牧师啊，去读读神学，哇！这怎么会生查某？我唔是叫你马路会生，当作你做工。等你今日全部，我都叫我马路做工。啊，你是吗？我意思讲，一个人啊是对上帝有心嘛，伊可以做出长物件来为了主。上可能咱做工，上咱肯定唔是为自己。为了上帝个，为了上帝义个，所以弟兄们，累不是咱讲第一重要的目标，不是第一重要目标。我是讲累不要紧，啊，累是一个，累是无停的行，一边来一边去，一边来一边去哦。这个赵仁基很多读书哦，伊是一个出名的 CEO， 伊无去外口公司搞到人面的什么物件。然後甚至做了一個調查，你看到到一在你間公司裏面做工的員工啊，的工人啊，原來哦也是無目標，但是有想要求目標啊，原來的目標是你，你看到原來的目標是你，不是工啊，以錢為目標哦，哦，這是錢，所以這部書講。那是用你来做这来这样你人生的目标都错了，这不是目标来啊，你去外口啊，那是做事的时候在讲在单位就有他人嘛，有五十千，有哇嘛，那五十千去到七十千去到八千哦，哇，你去的他人，但是你发觉到哦，你公司从来唔发觉，按怎讲你五十千去到七十千，但咱讲有一个目标点子啊，咱讲有没有一个？计划安怎达到？对我这边七十千是一个target，但是我那边还得管理五十千去到七十千，都无个头计。我七十千啊，一百千，五百千。啊，结果伊个工人，伊用头计讲个两万块三百千块，我都唔知哪里达到。哦，你无可能对，我唔知哪里做哦。你叫咩 green 吼？你七十千、八十千、九十千、一百千，所以睇你之外哦。等咱讲咱有办吼，
咱咱都要实践的目标，实践行动吼。有一句话是安尼讲：人因梦想而伟大。但是过去我过去句话不好讲：人因实践梦想而伟大。目标是要行出来，不是去打，要实践行动吼。今日我讲要传福音嘛，要行善，要行善事，我有啰要计喎。你有咩目标？你有咩准备哦？你是真要紧哦！是不是不听话哦？为人讲，哎呀，那是有累，有累哦，可是有感情因累哦，日子嘛较好过。你赞成？赞成来牙签咧？我不能带牙签嘛，阿弟啦，阿弟阿妹牙签嘛，哎，阿弟牙签我冇牙签嘛，啊，对哇、啊。我说我真正那是有累，那是有较侪累，日子嘛较好过，这是事实的哦。但是咱新主的人，咱在惊啥物件？惊啥物件？就是，那是咱个特质哦。有耶稣的帮助较侪，祈祷较侪，哇，咱日子嘛较好过，哎，嘛较好过，是不是吼？啊，所以有累不是唔对哦，但是咱在惊啥物件？我有主的帮助哦，有我侪祈祷，咱生命。会好贵吗？啊，甚至有人讲，那是我好惊啊！你讲，我接触唔认同吼。我咧有累吼，我咪做一个工，做一个为主做一个，为主做遐个，为主做一个，为主做遐个啊！要开老人院、儿童院、什么院哇？开老人厝，我那是有累来，我嘛上帝接好我，我才去做这个。那时候我嘛，你怎么耶稣搞不回来？耶稣是搞不回来，到你天会落来吼。耶稣从你天落来，今生你每日是千万落来哦，你明白无？伊来到你世界是辛苦坎坎，伊不无讲哇，你做我门道，我你一百万、五百万、三百万、啊四百万、五百万无。但是耶稣却为上帝预备，做了安尼伟大的事，拯救人灵魂。哇！这世界三分一的人是你，改变了我的历史。怕赢无畏，伊无用力，伊无用刀，无用枪，伊个是掂掂咧无出声，行去做各个摊位，互人电，互人拍，互人鞭伤，哇！伊一声无出，伊乱了，耶稣伊乱了，却成为了人的工匠，伊就拍三十九鞭。但是却打对魔鬼病痛的症状、死亡的症状，跳了人弹起地，伊可是用用眼镜，他恁唔用无做，伊无讲哦，我拢唔哩哦，伊看拢滚哦，叫拢滚，拢伊目睭咧，无，伊可是用用眼，死到十字架，怕赢魔鬼，哇，因着咩？因着爱，伊爱了人。因着爱，所以上帝爱吼，是真啊特别的。上帝爱要祈求作梦的人，无盼望人，好像骨子刀有梦的爱，有信心的来吼。所以上，这第二个观念是讲，是你爱吼，要好侬有梦，好侬盼望。当是你爱日久，召唤到你生命当中，哇！你将这梦，将这。将这个信心拢总栽种到你心内面，将上帝的爱植到你心内面哦，哇！你才有力气来了，哇！我来生命活起来了，哇！我来生命充满力量，哇！充满盼望，各自刀去拼，各自刀来为着你梦想来打拼，为着你家来打拼哦。所以上帝爱的就力量，叫一个作梦的人，无盼望的人，各自梦起来哦。但是真侪人吼，无明白虾米是爱吼，也无明真侪人无明白虾米是爱，但是常常在你嘴内面讲爱吼，爱虾米物件呢？我爱看戏，哦，我爱吃 ice cream 而已，爱啥物事吼？我爱 romantic 啊，我爱 music 啊，我爱 spin 啊，个，真侪人爱就是爱看，我是个，我爱爱嘛，我爱。我爱高惊，我爱尿惊，我爱，刚刚是自己的，哦，以自己为主哦，哇，讲到刚刚是讲自己 feel 的，但是上帝爱是一个 commitment，
是一个行动了。哦，说爱哦，是一个动词啊，动词啊，动词叫咩？动词叫做 verb 啊，名词叫做 noun。哦，爱是一个行动的哦，唔是大面无顶戴的哦。上帝讲，你爱我，你爱我，你去尊敬，去敬畏我，尊敬畏我，就是爱我。啊，这就是真正爱。这一点来讲呢，是爱世界的人，甚至将自己独生子赐予了人，叫隆重相信你啊！唔免灭亡，反而你谈到永生的生命，哇！先爱了人，甚至啊，拢把你天顶落来，这样就是人的款来找人啊！解味道，白白吃，白白困，白白过，甚至啊，我圣经讲耶稣为罪人死过十字架。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咒诅，背负我们的死亡，背负我们的疾病。哇，那么上帝有这个好 commitment， 甚至是个行动来，伊唔是一吹哦，唔是一个讲。所以我们信主，刚才我咧想袂到哦，我们信爱到底是安怎款的爱哦？我咧叫我有一个人死会痛苦啦。耶稣给我无感情，我安怎去爱伊吼？伊对爱我，圣经讲哩。然后耶稣基督在咱做罪人顶上为了人死哦，死的爱无够一边向咱显明啊！哇，真讲到在我做罪人得罪上帝，犯罪时无相信伊时，伊已经有死到十字架啦！哇，这个爱是安怎的爱哦？什么爱？天恩赐福。上帝爱是甚么款爱 ？Hello， 无条件爱，牺牲的爱，甚么爱？以前爱甚么爱？上帝爱是甚么爱？哦，咱来看哦。我相信大家信主的人不看袂这出戏哦。这出戏就是伊人去读圣经，哦，看呀，去研究呀，所以我为人受鞭打，我死过十字架的，所以伊人去演出来吼。所以就是这个戏咯，这个戏一个华语名叫做《耶稣受难记》，是讲啊耶稣受难啦，受难嘛。但是英文啊更加好的翻译嘛，伊讲到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作证啊，热情，基督的热情，上帝的爱是哈密块的爱，是这个作证爱，热情的爱。这个人若是无热情，无才调牺牲。我才能为主来牺牲，上帝一心不是真热情，这个悔人的难受，为着爱那人。所以上帝对咱的爱是热情爱来，哇！以前咱恐怖，咱来后伊未留情；以前咱恐怖，伊主伊惊人哦，离开黑暗，哇！生命福足起来，哇！甚至为了死到十字架，不是为着好伊惊伊来后伊未留情，哇！上帝来。是白灰在内面烧了了，灰是可能会看得到的，但是这个灰的热是感受得到的吼。哇，感受所以祈祷的点子啊，我用到灰热是主啊，我感谢你，哇，我要来敬拜你，哇，心内面是灰热了。圣经讲到呢，要骨力吼，唔通变化。心内面、灵内面要灰浊，常常来服侍伊啊！哇，真系有经验嘅知，上帝对咱有一个灰浊嘅心，但是其他这时阵吼，咱对主无这个灰浊嘅心吼，这是真可惜嘅吼。做兄弟姊妹，咱都到来到主面头前，咱爱有这个灰浊嘅心，快乐，我上帝感动到咱嘅心，感动到咱嘅浊。啊，真济人哦，为主钱做真啊济大事，但是一心无去做啊，心飘去，没有那个热情，伊就是安安做。为人咧没有做干，做不做？哎呀，未记得做了，心无去咧去做了。所以弟兄们，咱不是代表去做啊心来到上帝面头前，把唔通对主的心领导落来。甚至为人单止对主无咧去做了，甚至对家己的家庭领导咧，对家己囝某啊，甚至对家己事业、对家己生活已经压神了。哎呀，我无力了。
主啊，你大恩无量呀！啊，无不再为悔转心啊！还不是真济人对主无不再悔转心，理由真简单，因为人吼，到你外口无停做，真正济担当，做那个好好那个做那个好职业，做啊！你哇，无量。心就真济动荡吼，爱来到厝边头，即种人款，对厝就是男友群了，见那神了，哦无啦，你阿妈都讲舒服啊，别个跌了，啊别个跌了，所以真济那个是咩问题哦？所以人年纪问人哋咱大啲问题头放出来，咱阿唔通咧想咁个见，哇，条路是真凄惨，真济动荡，真见咱都同人讲，咱头条，一面要谈艺术嘛，越谈艺术嘛，就是圣经后边。善欲，即系讲善砌砌个基督成家乃个世界人，好叫咱咱会接有依赖哇！咁你边个讲接有依赖哇？哇！如此善的爱吼，佢上大咱内面显明啊！原来上帝唔单止俾咱接有依赖哇，甚至 every day 达达之，依赖必须向咱上帝。所以今日咱拍开眼睛了之后，哇！主啊，我真系渴慕。因为你话我，你达达之，你爱你充满我，你爱你祝福我家庭，祝福我事业，哇，我充满了期待。所以你生活，你工作，你做工，达达之是 excited 的，哇，真积极，真啊欢喜。因为新的爱情，这个这边领教我了，我感谢主。啊，无管你做工多少年，你感激哇，最爱就是要领教我了。所以人年轻人，这世界吼，有两种挂掉的人。一种的爱，就是想我慢慢复苏讲，哇！伊期待每一日主来充满伊，哇！会使的。另外，我一种人挂掉是啥物？是为了无想要死。哦，我听一下，一句话真重，答着真济人挂掉就是无想要死。伊事实有影，你问伊，哎呦，阿爹他们想要做工，阿哥他们想要做工，你我都无做工哦。我已经无回家，我已经无回家，我输得起我。啊！我钱怎？我存怎？怎我存不了？五百千啊！九百千啊！哇！我真我惊啊！未去五角啊！真困了，我做乜会使？哇！咱无是有这个问题吼，对吼，咱有这个需要吼，所以咱咧无停做对，但是咱会使不过积极去狂奔来，咱上帝咱有惊，可是上帝教我咱嘛，我今日起步是上帝。教好我嘛，无讲我是教伊啊，我无是教伊，这是上帝教我的，上帝叫去管，我去做。啊，做了上帝，上是上帝，做工就对啦。啊，做工你想，我都没问题，也不要紧啊。主爱我，主要充满我。所以可能主的爱吼，越过年代我都去啊。所以当你我细汉感谢吼，我看到出题吼。伊内面故事是讲到一个好背的老伯，一个老伯一下出个好背，背那个欠欠那个锅盆那个锅盆来锅哇，拍摸，我老伯摸的胃，搞个鬼哇！这个做老伯哦，对家己家是白个几条，我没停了，我死了。然后伊摸家己啊，走也撞也，阿爸你莫停落去，我爱你。我接受你个原谅，你下面落来嘛跳落去，又跳落去了，啊，无跳落去吗？也跳加跳。啊，一看到你，一看到你，我爱，看到你真爱，所以跳落来。像这时阵哦，那人就是那款，拄着问题，主啊，要死啊，要乱啊，要跳哩，所以讲，哦，你莫跳落去，你妈，我爱你，我接受你。虽然人家想新鲜，尽量很多。哎呦，这个囡仔哦，安尼谂，
大汉了唔知乜鬼哦。但是我甲你讲嘛，这个囡仔大汉了，真有遐尼，真有遐尼困难。科学家，科学家，一细细看，我真捌得住。伊先讲的是，讲了一句话，伊讲哦，这个世界哦，唔是由迄个相关迄个遐款的人来创的，乃是一个有新的 ideas 来面的人来创的这个世界不对。伊讲这个世界哦，那是无新世界的 ideas， 无可能有幸福的未来。因为耶稣上面讲到，我向你过落去，是因为我看到新的爱。虽然我真侪无方便，虽然真侪人欺负我，但是我看到主的爱，我先来归过，我要将这爱传出去。讲圣经讲咩？这句话讲得真好，不是我人爱神啊，乃是神爱我人，才派独生子，为我人死，为我人献了这个祭。这句话你注意哦，不是我人爱神哦。今日我做牧师哦，什么时候做牧师？哦，因为我阿神真个爱主，所以做牧师。当然爱主是一个条件，但是第二条件的是我看上帝爱，是神的爱，何况我咧看到生命的意义跟目标，所以今日要来传时间来学生意。不是我真个爱主，不是哦。是我看到神的爱，哇！你将你爱无天传出去，所以兄弟姊妹，今日你活活条是为了虾米？你那是为了期待我，主啊！你爱充满我，我讲你每一日生命充满得胜。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无咧言语发讲，甚至有丰盛的慈爱吼，这是属实的吼。慢慢来讲到，不是神爱我人，是，不是我人爱神啊 ？sorry， 不是我人爱神，是神爱我人。这边讲到呢，不是我人敬神啊，是神敬我人，那边啊，神敬我。啊，神敬我，神敬我，神自敬我，要叫我们结出果子，好叫我们果子，一存的了，甚至我们奉耶稣的名，无管上帝白求什么，上帝拢要舒服。是上帝敬了人，上帝爱了人是极出规矩，上帝为了咱有盼望，上帝为你办的极出规矩，所以你要去。所以今日你做工是为了为主来极出规矩，我来讲，你祈祷上帝拢会听。你做物件是为了主，为了要来极出规矩，你祈祷你物件上帝要来听。是上帝敬我，你知影无西吗？某些道理，某些少年的时候，看到埃及的人欺负希伯来人，是希伯来人，哇！伊为了救自己人，佮某些是怕死这埃及的人。这某些呢，一个是看到上帝嘛，一个是心想要救这个希伯来人出这个埃及的手，但是伊做出代志害死人，伊只能失望了。走咯，吼、哦！甚至个其他看过伊话，都买来生活啦。然后摩西都走，就离开四十年。但是喏，上帝给，因为这个人有上帝嘛。四十年归了上帝，放掉伊，做以色列人出埃及。做这个人啊，那是有上帝嘛。无管你今日做着啥物代志，今日那是不多了。上帝会帮助你，所以看到为人二十年、三十年离开了主，今日都对来，因为上帝有一个梦，对伊来面，对伊生来，走未开。所以今日上帝对咱来面有一个梦，咱为主结出果子，唔是我人敬上帝，是上帝敬咱。所以今日咩工作，是上帝所欢喜，上帝要祝福我人，好多人才到你行善事，愿者一个，愿者一件。好，那边来看一下。